大家好，我是小红花爱心场地关金晨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位平凡英雄的故事。当看到轻生女子从六楼坠落，托举哥蒋成仁徒手挽救了女子的生命。其实蒋成仁前几年就开始悲患病扰人上下楼，早已成为街坊邻居的心目中的草根英雄。现在和我一起参加520人人爱公益，看见平凡英雄活动，来公益答题，分享你身边的平凡英雄的故事，用行动致敬每一位平凡英雄。